Hello 咁多位大家好，咁啊冇见几日啦，因为发生咗一啲事啊，不过死唔去。咁啊，继续同大家介绍啲新资讯啦。早两个礼拜咧，就同大家喺呢个铜锣湾原音嗰度咧，就玩过一个 surround， 就用呢个法国嘅 focal 喇叭啊 ，focal 嘅喇叭咧，就夹呢个天龙 AVM， 玩齐三个格式。咁嗰套咧其实系属于贵嘢嚟嘅。咁所以咧就有多资深嘅玩家咧都走去现场嗰度听过啦。咁但系可能有啲朋友觉得，喂唔系，我系一啲超级入门。超入門 BB 班嗰只嘅啫，我嘅 budget 唔多，地方唔多，亦都唔想玩得太複雜，但系又想有啲 feeling 嘅。嗱，咁今個禮拜六就有一個活動咧，應該啱你玩啦。Hello 咁多位大家好，我系郭仁，欢迎嚟到 FIFASAN.com。咁今日条片咧就介绍嚟紧星期六啊，4月27号下昼啊，九龙湾嘅 HiFi Gear， 转头我会话俾你听个地址喺边噶啦。咁 HiFi Gear 里面有两场，主题咧就系美国 Pop Audio。咁其实 Pop 咧本身已经一个玩 Surround 特别系强呢个性价比嘅，同埋喺美国咧其实非常之受大众欢迎嘅一个品牌 ，Pop 嘅喇叭为主。咁啊，做一场平有平玩家庭娱乐大示范啊，会喺呢个九龙湾 HiFi Gear 里面做嘅。其实 HiFi Gear 咧系一个上楼嘅音频铺啦，咁啊其实都好多嘢睇，好多嘢玩嘅。但系佢哋现场咧会有一个比较精巧嘅试音室，全部都系由美国 Pop Audio 嘅 Signature Series 砌出嚟嘅。主声道咧就 S55 坐地喇叭。跟住咧就係 S35 中置同埋 S15 嘅 Surround 喇叭，咁另外亦都會裝咗 TL1 天空聲道喇叭，咁再加埋 HTS 嘅超低音，做到一個 5.1.4 嘅 config 啊，都係 Pod 噶啦全套。而呢個 5.1.4 嘅系統咧係喇叭細、易裝同埋比較平，而且一樣係俾你做到真正嘅 AMOS。3D 聲效嘅效果啊，唔係假嗰啲，係真嗰啲啊。M 就簡單啲，係用一部天龍嘅 AVR X4500H 嚟做啊。咁大家就可以呢個 config 裏面咧，就可以聽一下DTSX 啦、All 3D 啦，同埋杜比 Atmos 嘅。同一時間咧，可能好多新嘅玩家咧，未必一定會有好多碟喺屋企啦。咁所以佢哋可能平時都係用 Game Console 啦，可能都係會用 Streaming 嘅平台嚟到去玩 Apple TV 啊、Netflix 啊咁樣個之類之類。咁所以我哋今次嘅示範咧，除咗係平時會播下碟之外咧，我哋會示範打機啦，同埋亦都會示範串流平台嘅好 low profile 嘅配置之下，究竟聽出嚟嘅效果會點？咁今日活動咧，除咗我同大家揀選軟件節目同埋介紹之外，亦都會請嚟我兄弟艾域咧一齊同大家試唔同嘅 source， 試唔同嘅軟件嘅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就記得嚟報名啦。咁我喺片裏面會加個 Google Form 嘅 link 啦。咁你填咗 form 之後咧，跟住我哋會有專人通知你嚟參加。另外亦都會有少少紀念品送俾大家。咁希望咧，今个礼拜六见到大家啦。咁 HiFi Gear 咧嘅位咧，其实就系喺呢个由德福广场行出嚟啊，林兴街咁啊，同力工业中心啊 B 座911室。咁每场咧，我哋大概系定10个人啦，因为其实个地方比较细少少，咁所以我哋大家就坐得逼啲。咁但系咧就可以近距离去感受一下个效果系点嘅。咁啊，个地址我已经打咗喺画面上面啦，其实非常之易去嘅，绝对喺九龙湾港铁站行到去嘅距离嚟嘅。咁今日同大家介绍呢个星期六嘅一个活动啦，咁啊一个好简单嘅 video 咧就介绍到呢一度为止啦。咁啊，中意我哋拍片嘅朋友俾个 like 我哋，未订阅我哋 channel 嘅记得订阅，订阅咗之后记得揿着 channel 隔篱钟仔，有新片出你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另外咧就是重复重要信息啦，不过都系唔重复啦，我谂你哋都应该听过噶啦。总之6月7、8、9尖东富豪酒店帝苑酒店，记得嚟香港影博览 K 流动音响展。九个预售票的地点已经正式公开发售了，很快就会有展览会更加新的详情给大家知道了，到时见，拜拜。